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到铁叔姑姑小姨妈频道。今日我阿哥家姐特登喺香港过嚟揾我，佢哋话快要过年啦，要我带佢哋去买过年用品。行完街街，今晚佢哋要求就系要食牛肉火锅，但系要有海鲜又有铁板烧。先嚟第一站就喺笋江嘅文具礼品玩具批发城。唔知有冇啲朋友仔已经嚟过呢？不过我喺尾段会贴详细嘅地址俾大家。我家姐咧见到佢话好兴奋啊，系咪好兴奋啊？好兴奋啊，真系。佢咧想咧搬翻落香港啊，点搬？我叫佢慢慢睇，唔好心急。运程书都有啊，暂时唔好拎住啦。哎，你啱啱嚟，我家姐真好心急啊！猛咁话买呢啲买嗰啲，我叫佢唔好拎住啊，因为咧都系我拎。我姐夫真系好兴奋啊，要买俾个孙我。我唔停咁同佢哋讲，唔好买住，唔好买住，因为点解啊？依家先二楼咋，第一层。头嗰五分钟已经买嘢啦，咁点样拎到五十分钟之后啊？我三蚊姐系咪好兴奋啊？系啊，系咪啊？好正啊！是啊，嗯，系咪第一次嚟啊？你第一次嚟啊？点解唔成日嚟啊？因为我冇带你嚟啊嘛。因为我哋呢个导游姐姐唔带我哋嚟咯。好抵啊，六蚊咋，十蚊两只啊。嗯，真系够啦呢啲。系啊，我要买两只交换嘅阵啊。咩嚟噶？钳嚟做乜？日历嚟噶。咦？但系咁多张嘅，咁得意嘅。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。呢个好喎，呢个几靓仔喎。系啊，呢个几靓仔。旧式嘅。嗯。因为你几时可以搬啊？咦，系喎。呢个唔错啊，呢个系啊，呢个你哋应该喺屋企快啦，系啊。系乜嘢啊？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饮饮茶好啊！今日咁过年嘅气氛啊！有电视也有，有电视也有。呢间铺头原来全部都卖招财猫噶，好靓啊，好靓啊，唔同款式噶，好可爱啊！喵喵！哇！呢间好多小朋友嘅玩具哦。哦，呢度买嘢系可以运落香港。哦，100元咋运费？哦，100元人仔运到去我屋企楼下，用顺丰定咩噶？哦，物流用顺丰快递定点啊？未必。哦，系佢系走物流嘅，我哋有合作嘅物流。两三日。隔日就到。系啊。哇，仲好犀利喎！前贴后贴喎。明年系龙年。系啊，一定加下，唔俾呢啲，呢啲先。但系呢个得闲得意啊嘛，呢个得意啊嘛，系啊，系两个面。哦，都系一样5元，系5元四只。呢个有几钱啊？佢有6卡、10卡，睇你要几多卡位。哦。接近900元，啊，900元啊！喺香港买都要60元咋，呢个可以用得翻啦。呢个系啊，呢啲放咗屋企好高档嘅。系啊，呢个118啦，呢个呢个118，反而呢个贵1600。诶，间咧就系二楼 B038。前面呢个咧就是头婆，好靓啊！啱啱喺文具礼品批发中心出嚟之后咧，就北门行呢边方向。今晚食饭咧，我家姐同阿哥咧一早就有要求，话要食牛肉火锅、海鲜，仲要铁板烧。嗯，最近喺笋江咧，其实有一个地方叫做万象食府，唔知道有冇朋友嚟过咧？万象食府嗱。呢個成個 area 咧，其實佢都係食嘢嘅，總共咧就有5層樓係食飯嘅。我阿哥同家姐咧，佢哋就三個要求啦，所以嚟到萬象食府咧，我直接上咗5樓，揾咗一間新開業嘅一間自助餐餐廳。嗱，就係呢間啦，萬有環球美食百匯。
B 间餐厅原来只系开咗一个月咋，现时仲系试业紧，所以价钱真系好抵啊！哦，原来呢间餐厅喺深圳系首店嘅，所以咧佢价钱做特位249蚊一位，不如大家睇下有啲咩食。249蚊系咪全部都包？系啊，完全冇隐藏消费啊，食嘅、饮嘅都系包晒。大家一起看一个圈有啲咩食啊？呢度咧就系烧烤类，因为咧就系定额消费啊嘛，所以佢一入场咧就要埋单先。因为是自助餐啦，亦都唔想啲客人咧浪费食物啦，所以咧埋单之余咧，佢哋要求客人每一台咧都要俾100蚊嘅押金。如果客人离开餐厅之前又冇浪费食物，呢100蚊就会退还噶。另外咧就是限定时间入座后计算2小时。呢度嘅牛肉咧有分 M 4 M 5 M 6 M 7甚至乎 M 8嘅牛肉咯。我这个可以拿吗？龙虾仔都有啊。游水的海产都好多噶，嗱，好似蟹啦、虾啦，虾都有几种喎，螺啦、鲍鱼啦，都系新鲜噶。呢个羊架唔系山石，师傅会帮你铁板烧。除咗椰青之外啦，新鲜嘅果汁都有好多种噶。罐装饮品梗系唔再讲啦，嗱，清酒都有得饮，仲有啊，可以饮红酒噶。啱啱大家睇咗究竟有啲咩食啦，嗱，真系食落去又点呢？啲小龙虾好多膏喎，睇埋只大闸蟹，依家咧就季尾，但系咧劲多膏喎。唔知道有冇朋友仔中意食榴莲呢？烧榴莲，大家睇下我。自助餐任攞任食，夸唔夸张啊？食住先啦。全个万象食府基本上70%咧都系食店嚟噶。梨笋岗文具批发市场又好，万象食府又好，可以坐深圳地铁9号线去到红岭北站 C 出口，行大概9分钟就到噶啦。好啦好啦，今日分享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仲未订阅铁叔姑姑小姨妈频道，请你支持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留言。多谢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